今年上海车展，大众下了大功夫，一口气推出了多款堪称颠覆性的 SUV， 其中有两款近期特别流行的带有酷派风格的 SUV， 一辆是探岳酷派，而另一辆就是途昂 X。 途昂 X 就是现款途昂的运动版，这款 SUV 很早就已经在坊间流传，这一次算是正式亮相。外观方面，途昂 X 的风格与现款途昂保持了一致，前脸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贯穿式的前包围，效果比途昂明显运动了不少，而且并没有途昂那种特别厚重的沉闷感。侧面腰线的比例更夸张，车尾地柱位置有下溜式的设计，但溜背的幅度并不像其他轿跑 SUV 那么大，而其4905×1989×1719毫米的尺寸和2980毫米的轴距，比现款途昂略有缩小。内饰方面，途昂 X 与途昂基本相同，只是在部分的细节上有改动，让车内有更好的运动感。途昂 X 车内最大的变化是全触控空调区域，这一项比途昂要高级得多。动力上，途昂 X 同样搭载了 2.0T 和 2.5T V6 两款发动机，传动系统则匹配了七速双离合变速箱，还有 4Motion 四驱系统。途昂 X 何时能够正式上市，目前还不太清楚，关于它更多的消息我们会持续的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